大家好啊，我是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爆胎的穗仔，宇宙第一汪 Orange， 掉在地上的也不能浪费。本穗仔干饭讲究的就是专心致志。哎呀，怎么又掉了？今天来给大家秀段吃播。猜猜我最爱吃的是什么？接下来我要配速了，迟迟找不到掉落的狗粮污。给你们看下我的睡脸吧，一秒不能再多了。不是我太惨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那不是因为要出镜，接下来我要干坏事了。三、二、一，都快吃完了，给我把蔬菜吃了。你要米饭？那你现在放的是狗肉罐头了？不是，就是狗粮。那不是狗粮吗？我给他拌了那个蛋黄。对呀，人家吃的不要太好了。我给他单独过来就不吃了，我给他拌了那个蛋黄，还有一点那个下饭肉松。他才吃。谁在月本穗仔难养？没有，他说回经验很丰富，以后吃。听说今天是国际小狗日，那就祝大家像我一样，永远做只快乐小狗。拜拜下。小红书。